那个考一些标准的英语标准题，就是来这样报考啊，看完了，然后再背一下，再复习。他是来台湾第一次，还是全世界第一次走吗？他来台湾第一次，但是台湾没有。他有没有他的签到，他的团体表他没有去考的，他是临时的。临时的。对，所以今天说这个数也是多呀。我是全新船啊。对，这都是。大，这看得出来吗？啊？这运量多大？算有不到万吗？没有吧，千来吧。一万五。一万五。对。一万五算大哦。对，它总体量。它号称会跌到22，还没跌满了哈。对，还有它的消息。这条有五号台北港，是幸运的。它这里是走要去台北那边的。那临时来高雄一趟，对，临时来高雄的。